可兄，去哪儿？那里最可能是水妖统帅所在之处。刚刚宋公主被九代巨杖带走，看方向也是风雷台。什么？一直被？我们快走。 侠风采依旧啊，不枉我千里万里来到这边陲荒地。水娘子，鸡肋锤。<笑>龙牙侯，竟记得我呢。是哪个贱人放你进的城？莫要急嘛。 辛苦啦！我是仙仙，我去前面云雾山洞附近看看，这些黑齿逆贼可嚣张呢，你快教训教训他们。 Ciao.
小丫头，快出来！你躲到天边也没用。有劳阁下了，沿路东行便是汤谷，程猴子负责城外巡查，此人嬉闹，你莫见怪，我们汤谷再见。你从哪儿来打哪儿去啊？俺程猴子大人绝不放过刀上一个奸细。那山着光嘞，就是黑池凤蝶了，快看住他们。沿着这条道往前，就能看见汤谷新修的城门。汤谷经拓跋城主一番整治，是一点都不像个流放地了。来者何人？
打了。快过来，这位是盘古大哥。好了，拓跋大哥在议事厅等你，等的花儿都要谢了。汤谷最缺的正是阁下这样的人才。早听说汤谷来了个厉害的人物，那你一定见过城主当年蜃楼一令退水妖的场面吧？不好了，圣女不见了。九姑还在等着谢谢，还请向她报个平安吧。九姑还在等着谢谢，还请向她报个平安吧。那便与你城中相见了。
黑齿国虽说又栽在了你手上，嗯，我知道，这和我被黑齿国劫持时听到的说法一模一样。你们千万小心行事。今生火旺，交炼元神，吾有一令，上下神明。就消散了，太好了，这下拓跋大哥就不会一直皱着眉头了。妖阵离不了潮湿之地，我看那黑齿山洞最是可疑。齿国山洞外的西边就能找到，跟我来。幻神草能让人神志不清，你采草的时候要像我这样捂着鼻子，知道吗？
药水，那些黑齿国人就看不见我们了。全是黑齿国的人，他们的头领都满就是上次在海滩袭击我们的人。除掉他，不仅能让山洞里的真相失效。把这里已经被彻底摧毁，快，我们离开这个破山洞吧。